有一个少年曾经问禅师，如何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孝顺并懂得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。禅师笑着说，有四种境界，你可以体会其中的奥秘。首先，你在人生当中经常把自己当成别人，你就能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，然后你就能忘记自己，理解别人，此是无我的境界。再之，要把别人当成自己，你就会重视别人，因为人都是把自己太当回事，把别人不当成很重要的，所以能够把别人当成你自己，你就会拥有对别人的慈悲之心。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，当你把别人当成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尊重别人，你就会知道众生最重要的是想改变自己的环境，你就去除了我相，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环境，你就拥有了智慧。最后，要把自己当成自己，你就会懂得人贵有自知之明啊，自己很渺小，整天不去占有别人的利益，自己只是一个我相，你就会得到人的一生的自然和随缘呐。所以学佛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四种关系，你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孝顺，并能够带给别人快乐。